的太古队。我们龙岗国小的石鼓表演的名称是醒狮锣鼓大破连环。我们表演团队是由我们谢校长谢元谢校长领队，我们的指导老师是施孟和老师、赖鸿辉老师，那我们的管理是由吴成龙老师管理。我们龙岗国小可以说是一所迷你小学哈，全校只有六班，也就是说每个年级一班，学生只有88个人，规划好好跟他背着背好行了啦哈。啊，我多叫你们转一位团队，能够放松起来，谢谢。那因为我们龙岗国小的表演非常的精彩，所以每年呢受到学校、社区还有政府单位来邀约演出，每年有10场以上的演出。那比如说台南市四分山、龙山市清水祖师的诞辰活动，还有95年度全国古物古艺新传大赛获得最佳团队奖，98年全国古艺新传大赛荣获儿童比特优，100年台南市传统艺术竞赛荣获甲等佳绩，那可以说是非常杰出的表演团队。那今天的表演曲目是第一醒狮锣鼓，要表现的是浓厚的年节气氛，浓厚的年节气氛。国小的鼓队是由我们李珍妮李校长领队，我们的指导老师是江丽琪老师、杨树清老师、苏俊雄老师，我们的管理是苏玉志主任，苏玉志主任。其实，咱台中国小
成立这个歌队是去年的事哦，哦，咱成立单一单名，啊，同我做后这么精彩的表演呢，会使讲非常的不简单。啊，咱再一次现场的来宾跟观众，啊，用咱的掌声甲鼓励一下，啊，恭喜咱大同国小。